P 之一目录卷一上第一上0001卷一下第一下0042卷二第一0082卷三第三0112卷四第四0142卷五第五0175卷六第六0213卷七第七0243卷八第八0274卷九第九0303卷十上第十上0326卷十下第十下0358卷十一第一0384卷十二第二0403卷十三第三0420卷十四第四0450卷十五第五0468卷十六第六0487卷十七第七0518卷十八第八0546卷十九第九0569卷二十第十0590 P 之二卷二十一第十一0606卷二十二第十二0621卷二十三第十三0641卷二十四第十四0667卷二十五第十五0701卷二十六第十六0720卷二十七第十七0748卷二十八上第十八上0770卷二十八下第十八下0793卷二十九第十九0817卷三十上第二十上0840卷三十下第二十下0849卷三十一第二十一0881卷三十二第二十二0902卷三十三第二十三0916卷三十四第二十四0937卷三十五第二十五0959卷三十六第二十六0979卷三十七第二十七1005卷三十八第二十八1025卷三十九第二十九1039卷四十上第三十上1063卷四十下第三十下1094卷四十一第三十一1125卷四十二第三十二1148卷四十三第三十三1175卷四十四第三十四1206 P 之三卷四十五第三十五1224卷四十六第三十六1268卷四十七第三十七1279卷四十八第三十八1301卷四十九第三十九1326卷五十第四十1358卷五十一第四十一1370卷五十二第四十二1384卷五十三第四十三1413卷五十四第四十四1428卷五十五第四十五1459卷五十六第四十六1472
卷五十七第四十七一千四百九十，卷五十八第四十八一千五百一十二，卷五十九第四十九一千五百三十八，卷六十上第五十上一千五百八十五，卷六十下第五十下一千六百零七，卷六十一第五十一一千六百三十六，卷六十二第五十二一千六百六十三，卷六十三第五十三一千六百八十二，卷六十四第五十四一千七百零四，卷六十五第五十五一千七百二十九，卷六十六第五十六一千七百五十三，卷六十七第五十七一千七百七十一，卷六十八第五十八一千八百零四，卷六十九第五十九一千八百一十五，卷七十第六十一千八百二十九 ，PG 四，卷七十一第六十一一千八百六十四，卷七十二第六十二一千八百七十九，卷七十三第六十三一千九百零五，卷七十四上第六十四上一千九百二十，卷七十四下第六十四下一千九百五十，卷七十五第六十五一千九百六十七，卷七十六第六十六一千九百八十七，卷七十七第六十七两千零一十二，卷七十八第六十八两千零二十七，卷七十九上第六十九上两千零五十六，卷七十九下第六十九下两千零七十五，卷八十上第七十上两千零九十四，卷八十下第七十下两千一百二十二，卷八十一第七十一两千一百五十二，卷八十二上第七十二上两千一百七十九，卷八十二下第七十二下两千两百，卷八十三第七十三两千两百二十，卷八十四第七十四两千两百四十一，卷八十五第七十五两千两百六十，卷八十六第七十六两千两百七十六，卷八十七第七十七两千三百零六，卷八十八第七十八两千三百三十六，卷八十九第七十九两千三百五十八，卷九十第八十两千三百八十八，至第一两千四百零三，至第二两千四百一十五，至第三两千四百三十二 ，PG 五，至第四两千四百五十六，至第五两千四百六十八，至第六两千四百八十四，至第七两千四百九十六，至第八两千五百一十二，至第九两千五百二十五，至第十两千五百三十九，至第十一两千五百五十一，至第十二两千五百七十，至第十三两千五百七十六，至第十四两千五百九十七，至第十五两千六百零九，至第十六两千六百二十五，至第十七两千六百三十二，至第十八两千六百四十四，至第十九两千六百六十三，至第二十两千六百八十七，
至第二十一两千七百零四，至第二十二两千七百二十，至第二十三两千七百四十二，至第二十四两千七百七十七，至第二十五两千七百八十八，至第二十六两千八百零三，至第二十七两千八百一十六，至第二十八两千八百二十六，至第二十九两千八百四十四，至第三十两千八百五十九。PG 一，《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第一上。世祖光武皇帝讳秀，字文殊，南阳蔡阳人，高祖九世之孙也，出自景帝生长沙定王发。发生冲陵节侯买，买生玉林太守外，外生巨鹿都未回，回生南顿令卿，卿生光武。光武年九岁而孤，养于叔父梁。身长七尺三寸，美须眉，大口，龙准，日角。性情于甲色，而胸薄身好，侠养士，常非孝光武士田业，比之高祖兄众。王莽天凤中，乃知长安，授尚书，略通大义。助理，祖有功而宗有德，光武忠心，故庙称世祖。是法能少前夜曰光，克定祸乱曰武。伏侯古今著曰朽，之字曰茂，伯仲叔季，兄弟之次，长兄伯生，次仲，故字文殊焉。住南阳郡，今邓州县也。蔡阳县，故城在今随州早。阳县西南。住长沙郡，今潭州县也。住冲陵乡民，本属零陵、冷陵、道县，在今永州唐兴县北。元帝时徙南阳，人豪冲陵，故城今在今随州枣阳县东。是据宗室四王传。住玉林郡，今称贵州县。前书曰郡守秦官。 PG 二，至两千石，景帝更名太守。住巨鹿郡，今行州县也。前书曰都尉，本郡尉，秦官也。掌左手，点五职，至比两千石。景帝更名都尉。住南顿县，属汝南郡，故城在今城州向城县西。前书曰令长皆秦官也。万户以上为令，至千石至六百石，不满万户为长，至五百石至三百石。祝龙高也。许富云鼻头为准。正玄尚书中后注云，日角未停中鼓起，状如日。祝种曰驾，脸曰色。祝仲河阳侯喜也，能为产业。见前书。祝王莽使建国六年改为天凤。祝东关纪曰授尚书于中大夫庐江许子威。资用伐与同舍身韩子和钱买驴，令从者就，以给诸公费。莽末，天下连岁灾荒，寇盗风起。的黄三年，南阳荒。鸡诸家宾客多为小盗。光武必立心也，因卖谷于宛。宛人李通等以图谶说光武云：刘氏复起，李氏为辅。光武初不敢当，然独念兄伯生素结亲客，必举大事，且王莽败亡，以兆天下方乱，遂与定谋，于是乃士兵弩。
十月，与李通从。第一等起于晚，时年二十八。著言贼风锐进起，自或作风欲多也。著天凤六年改为的黄。著韩诗外传曰：一股不生曰欠，二股不生曰饥，三股不生曰紧，四股不生曰荒，五股不生曰大清。著新野属南阳郡，今邓州县。续汉书曰：伯生宾客节，人上必立于新野邓陈家。 PG 三。著东关记曰：时南阳旱饥，而上田独收。宛县属南阳郡，故城今邓州南阳县也。著图何图也？称福命之书，称验也。言为王者守，命之真验也。易坤灵图曰：汉之城里阳也。十一月，有新备于张。光武岁将宾客还冲临，时伯生已会西起兵。初，朱家子弟恐惧，皆王逃自逆，曰：伯生杀我。即见光武将衣大官，皆惊曰：谨后者亦复为之，乃稍自安。伯生于是招新士平陵兵，与其帅王奉承木西及长举。光武出其牛，杀新野未乃的马，进屠唐子乡，又杀胡杨卫。军中分财物不均，西会恨，欲反攻诸刘。光武敛宗人所得物，西以与之，西乃悦。进拔吉阳，与王莽前队大夫征复蜀。镇梁秋次，战于小长安，汉军大败，还保吉阳。著前书因义曰：背心光芒短，蓬然。张，南方宿也。续汉志曰：张为周地，新背于张，东南行及义枕之分。义枕，楚的，是楚的将有兵乱。后一年正月，光武起兵冲临，攻南阳，斩父次等，杀其士悉数万人。光武都洛阳，居州的。除会不兴之相。著董八于福志曰：大官者谓武官，武官官之。东关记曰：上时将一大官，将军府也。著新市县属江夏郡，故城在今颍州富水县东北。平陵地名在今随州随县东北。著广雅曰：据居也，因此欲反。前书因义曰：小鱼相曰据。著前书曰：为秦官至四百石至二百石也。 PG 四。著立曰：多所诛杀曰屠。唐子乡有唐子山，在今唐州胡杨县西南。著胡杨属南阳郡，今唐州县也。东关记曰：刘忠诈称江夏吏，又杀之。著县名属南阳郡，在汲水之阳，古谢国也，故城在今唐州胡杨县西北。即因己立反。著王莽至六队，郡治大夫一人，直如太守。南阳为前队，河内为后队，颍川为左队，弘农为右队，河东为赵队，荥阳为齐队。队因遂著王莽每队治蜀镇一人，直如都尉。著续汉书曰：豫阳县有小长安郡，故城在今邓州南阳县南。更始元年正月，甲子朔，汉军复与征复梁丘次战于汲水西，大破之，斩复次。
伯申又破王莽那言将军言由至宗将军陈茂于玉阳，晋为宛臣。驻彼水在今唐州彼阳县南庐江前线亦有彼水，与此别也。彼因彼驻前书曰：“那言于官也，长出那王命，所谓喉舌之官也。立秦汉不至，王莽改大司农为之。还谈新论云：‘庄由自薄时，此言言必明帝讳也。’至宗于官也，长骄庙之事。周谓之宗伯，秦汉不至，王莽改太常为至宗，后又点兵，故那言至宗皆有将军号也。玉阳县属南阳郡，故城在今邓州南阳县南，在玉水之阳。玉阴玉 PG 五。二月辛巳，立刘圣恭为天子，以伯申为大司徒，光武为太常偏将军。驻前书曰：“奉常秦官，景帝更名太常，应少汉官。”宜曰：“欲令国家甚大，社稷长存，故称太常。”老子曰：“偏将军处左，上将军处右。”东关纪曰：“时无应，得定武侯家臣应，配之入朝。”三月，光武别与诸将训昆阳定陵演，皆下之多的牛马财物，谷数十万斛，转以馈宛下。莽闻父赐死，汉帝立大惧，遣大司徒王寻、大司空王毅将兵百万，其甲士四十二万人。五月，到颍川，复与言由、陈茂合。初，光武为冲陵侯家送不租于由，由见而其之。即是时，城中出将由者言光武不取财物，但会兵计策。由笑曰：“是美须美者邪？何为乃如是？”助训略也。昆阳定陵演，皆县名，并属颍川郡。昆阳故城在今许州叶县北，演今豫州演城县也。定陵故城在今演城西北，演因于建反驻王莽时哀章所献金匮徒有王寻姓名王毅、王商子，与莽为从父兄弟也。驻颍川郡，今洛州阳翟县也。驻播为也。冲陵侯长及光武继父也。东关纪曰：“为继父故冲陵侯义大司马府。”宋的黄元年时，二月，人营前租二万六千斛，除旅钱若干万，使宛人朱福义为旧。宋租于游，游指车独与上语，不是福。上归，系福曰：“严公，宁是倾斜。”初，王莽征天下能为兵法者六十三家数百人。PG 六，并以为军力，选练武忏，招募猛士，旌旗辎重，千里不绝。时有常人惧无霸，常仪仗，大石为以为累位，又驱诸猛兽虎豹西向之属，以助威武。自秦汉出师之盛，未尝有也。光武将数千兵，缴之于阳关。诸将见寻义兵胜，反走驰入昆阳，皆惶怖，忧念妻奴，欲散归诸臣。光武亦曰：“今兵谷既少，而外寇强大，并力御之，攻数可立，如欲分散，亦无俱全。且宛城未拔，不能相救，昆阳急迫，
一日之嫌，诸部亦灭矣。今不同心胆共举功名，反欲守妻子财物邪？诸将怒曰：刘将军何敢如是？光武笑而起，会后其骸言大，兵且至城北，军臣数百里，不见其后。诸将俱相谓曰：更请。刘将军既知，光武复为图画成败。诸将忧破，皆曰：诺。时城中唯有八九千人，光武乃使陈国上公王奉廷为大将。君王常留守，夜自与骠骑大将军宗挑、武威将军李毅等十三骑出城南门，于外收兵。时莽军到城下者且十万，光武击不得出。既至偃、定陵，西发诸营兵，而诸将贪袭财货，欲分留守之。光武曰：今若破敌，征摇万倍，大功可成，如为所败，首领无余，何财物？只有西乃从。著说文曰：木，广求之也。著周礼曰：西与为金，雄虎为旗，资车名，是名曰资策也。为军粮食物杂策载之，以其类众，故称资众。众因直用反。著王莽连律韩伯上言：有其事，长一丈，大食为资。魏惧无霸，出于蓬莱东南，武城西北，赵昭如海滨，摇车不能载，三马不能胜，卧则整固，以铁柱石。见前书。著郑玄著周礼云：君必曰累。崔院中累校尉真曰 PG 七。堂堂皇帝，设为累壁，为者主累壁之事。著猛，或作广，广猛往也，因古猛反。著巨名也。历元水经注曰：引水东南经阳关巨，巨家引水相对，在经洛州阳翟县西北。著弩子也。著魏伯生为之魏拔也。著骠骑大将军武帝至，自获去病使挑因太遥反。著王莽至武威将军，其衣服依五方之色，以威天下。李亦初起，有甲乙为号。著己因其著尧、古、宝、字言游说王亦曰：昆阳城小而坚，今甲号者在晚，即进大兵，彼必奔走，晚败，昆阳自服。亦曰：吾喜以虎牙将君为敌意，作不深的，以见则让。今将百万之西欲城而不能下，何谓邪？遂为之数十众，列营百数，云车十余丈，看临城中，其志必也，哀臣连天，征鼓之声闻数百里。或为地道，冲鹏统城，激怒乱法，使下如雨，城中覆户而急。王凤等起将不许。荀彧自以为功在漏客，意气盛。亦夜有流星坠营中，昼有云如坏山，当迎而陨，不及的齿而散，力士皆厌服。著疾疾也，因计力反。著敌亦自文仲、方敬少子为东郡太守。王莽居舍，亦心恶之，乃立东平王云子信为天子，亦自号祝天大将军，以诛莽。莽乃使孙建、王毅等将兵及邑破之，邑王
自杀，故作。PG 八，不深得。作因才卧反。见前书。注：欲或为过。注：云车及楼车，称云，言其高也，深之以望敌，由墨子。云：公叔班为云梯之谢。注：俯视曰看，因苦赞反。注：广雅曰至，翻也，因赤。注：说文曰真，恼也，四邻。注：冲，同车也。诗曰林冲闲闲。许慎曰朋，楼车也。朋因不跟反。注：续汉志曰云如坏山，为迎投之心也。战曰迎投之所坠，其下负君杀将，血流千里。晏婴一夜反。六月己卯，光武遂与营部俱进，自将步骑千余，前去大军四五里而成。荀彧亦遣兵数千合战，光武奔之，斩首数十级。诸部喜曰：刘将军平生见小敌怯，今见大敌勇，甚可怪也。且复居前，请助将军。光武复进，荀彧兵滥，诸部共乘之，斩首数百千级，连胜，遂前。时伯申把宛已三日，而光武尚未知，乃谓使持书报城中，云：宛下兵到，而佯堕其书。荀彧得之，不喜。诸将既惊累竭，胆气亦壮，无不一当百。光武乃欲赶死者三千人，从城西水上冲其中间，荀彧乘乱。陈瑞崩之，遂杀王荀。城中一鼓噪而出，中外合议，震呼动天。的莽兵大溃，走者相腾剑，奔一百余里弦。会大雷风，屋瓦皆飞，雨下如注，至川甚异，虎豹皆鼓战，士卒争复逆。死者以万数，水为不流。王毅言由陈茂清其城死人渡水逃去，竟获其军食资重，车甲珍宝，不可胜算，举之连月不尽，或凡烧其余。 PG 九，铸秦法，斩首一，赐爵一级，故因为斩首为吉。铸喜因许继反。铸敢死为国敢而死者，凡军事，中军将最尊，居中以坚。瑞自府，故曰中坚也。注意仆也，因于既反。或作耶。注水经曰：治水出南阳鲁阳县西尧山，东南经昆阳城北，东入汝。至因直里反。注数过于万，故以万为数。光武因复训下引阳，会伯申为根石所害，光武自复城池，亦晚谢。司徒官署迎调光武，光武南交私语，身引过而已。未尝自伐昆阳之功，又不敢为伯申扶丧，饮食言笑如平常。更是以世眠，拜光武为破虏大将军，封武姓侯。注县名属颍川郡，故城在今许州。注父城县古应国也，属颍川郡，故城在今许州叶县东北。以伯申见害，心不自安，故谢。九月庚戌，三府豪杰共诛王莽，传首一晚。注三府为京兆左冯翊右扶风，共在长安中，分领诸县。淮南子曰：至过百人谓之豪。白虎通云：贤万人曰
节，时城中少年子弟张鱼等公莽于建台，商人杜吴杀莽，笑魏公兵就斩莽首，将军申屠建等传莽首一碗。更始将北斗洛阳，以光武行司隶校尉，使前整修公府。于是治辽蜀，作文仪，从事司察，亦如旧章。十三府立事。PG 十。东营更始，见诸将过，皆观责，而服妇人衣，诸于嗅觉，莫不笑之，或有为而走者。即见司隶辽蜀，皆欢喜不自胜。老吏或垂涕曰：“不图今日复见汉官威仪。”由是使者皆属心焉。著前书曰：“司隶校尉本州官，武帝初至，持节从中都，官徒1200人，都大监华。后罢骑兵，查三府三河红农。”至彼2010。因亦云：“以长徒吏而巡查，故曰司隶。”著东官纪曰：“文书以与属县也。”著续汉书曰：“司隶至从事史12人，至皆百十，主都促文书，察举非法。”著汉官仪曰：“则者，古之卑贱不官者之所服也。”方言曰：“复既谓之责，或谓之臣陋。”著前书因义曰：“诸于大耶一也，如妇人之当一。”自书无绝，自续汉书作，并因其误反。杨雄方言曰：“单于其短者，自官之息谓之。”郭璞注云：“俗名耶。”据此，即是诸于上加秀，如今之半壁也。或秀下有庸字。著续汉志曰：“识之者见之，以为服之不忠，深之灾也。乃奔入边郡避之，是扶妖也。”其后更始遂为赤眉所杀。即更始至洛阳，乃遣光武以破虏将军行大司马事。十月，持节北渡河，镇魏州郡。所到布县，折见2010常吏三老官署，下至左使、考察处置，如州牧刑部事。折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复汉官名，吏人喜悦，真持牛酒迎劳。 PG 十一。著汉官仪曰：“太尉秦官也，武帝更名大司马。”节所以为姓也，以竹为之，柄长八尺，以牦牛尾为其袂三种。冯衍与田义书曰：“今以一节之任，见三军之威，岂特宠其八尺之竹、牦牛之尾哉？”续汉志曰：“更始时，南方有童谣云：‘邪不邪，在赤眉；得不得，在河北。’后更始为赤眉所杀，是不邪也。光武由何？北而兴，是得之也。”著2100位郡守也。常吏为县令常及臣位也。三老者相关也。高祖志前书曰：“举人年50以上，有修行能率西者，至以为三老。每乡一人，则乡三老为县三老，与令长臣位以示相较。”复其尧数。续汉志曰：“每次使皆有从事使甲佐，每县各置诸是曹愿使也。”著汉初遣丞相使分次州，武帝改置刺史，查州至600。十，臣帝更名目至2010。汉官典仪曰：“
四时行郡国，省察政教，处置能部，断理冤狱也。著说文曰：科，小草也。严政令繁系。礼记曰：科政猛于虎，进至邯郸，故赵谋王子陵说光武曰：赤眉今在河东，但决水灌之，百万之息可食为鱼。光武不踏，去之真定。陵于是乃诈以卜者王郎为臣弟子子鱼，十二月，立郎为天子，都邯郸，遂遣使者降下郡国。著县名，属赵国，今明州县也。前书音译：邯山名丹晋也。邯山至此而晋。陈郭自皆从邑，因以名焉。著谋王，景帝七代孙，名元。前书曰：元作杀人，为大。PG 十二，鸿胪所奏。是曰谋，因谬。东关记日林作林字。著赤眉贼帅樊崇等恐其西与王莽兵乱，皆诛其眉以相别，故曰赤眉。续汉书曰：是时上平河北，过邯郸，临晋见言赤眉可破。上问其故，对曰：河水从猎人北流，如决河水灌之，皆可令为鱼。上不然之。猎人县，故城在今明州肥乡县东北。著县名，属真定国，今衡州县也。著前书曰：立国将军孙建奏云，不知何一男子遮乘车前，自称汉室刘子瑜，臣弟下妻子也，刘氏当父，故郎因而称之。二年正月，光武以王郎兴盛，乃北巽祭。王郎移席构光五十万户，而故广阳王子刘皆起兵冀中以应郎，城内扰乱，转乡惊恐，沿邯郸使者方道两千石以下皆出营。于是光武去驾南园，陈夜不敢入陈邑，舍食道棒至饶阳，官署皆乏食。光武乃自称邯郸使者，入撰舍传立方进食，从者讥争夺之。传立以其尾，乃追古数十通，待沿邯郸将军至，官署皆失色。光武身车御驰，继而拒不免，徐还坐曰：请邯郸将军入。酒乃驾去，船中人遥与门者避之。门长曰：天下俱可知，而必长者乎？遂得难出。陈夜兼行，蒙犯霜雪，天时寒，面皆破裂，至乎沱河无船，是遇冰河得过，未必数车而陷。进至下伯城西，惶惑不知所知，有白衣老妇在道旁，指曰：努力姓都，郡为长安守，去此八十里。光武即持复之，姓都太守人光开门出营。世祖因发庞县得四千人，先及唐阳市县，皆将之。王莽和荣陈促正批同一举郡将，又昌城人刘植、宋子人耿纯，各律宗亲子弟，据其县邑，以奉光武。于是北降下曲阳，西烧河，乐富者至有数万人。后汉书十三，著县名，属涿郡，今幽州县也。本字从，气从，义。见说文。
著说文曰：席以木简为书，长尺二寸，谓之席以真兆也。又曰：以才有所求曰垢，谓五奏事曰若有。即即差以积语，谓之与席。著广阳王名家武帝五代孙。著去即也，独曰促。著县名属安平国，在饶河之阳，故城在金营州饶阳县东北。著客馆也，传因之恋反，下同。著追因直追反。著代言妻狂也，因代著蒙冒也。著山海经云：太细之山，呼沱之水出焉，在今代州。凡至县东，流经定州深泽县东南，即光武所渡处，今俗犹未知为渡口。陈贤案：呼沱河就在饶阳南，至魏太祖曹操因饶河故独绝，令北筑新沟水，所以今在饶阳县北。著续汉书曰：时兵华马江，乃各以囊甚沙，步兵上渡焉。著下亳县，属信都国，在亳水之下，故曰下亳故城，在今冀州下亳县南。著老父盖神人也，今下亳县西有有祠堂。著信都郡，今冀州也。著唐阳集市并属巨鹿郡。唐阳在唐水之阳，今冀州县。故城在今冀州鹿城县西南。是因时夜返。著东关记曰：王莽分巨鹿为河、荣、陈、郡、促镇。PG14。直如太守。著昌城县，属信都国，故城在今冀州西北。宋子县，属巨鹿郡，故城在今赵州平吉县北。著县名，属巨鹿郡。常山郡有上曲阳，故此言下。赴北及众山，拔卢奴所过，发奔命兵，移袭边部，共及邯郸郡县，还复回应。南极新市真定元氏房子皆下之，因入赵界。驻中山国，一名中人亭，故城在今定州唐县东北。张耀中山记曰：城中有山，故曰中山。著县名，属中山国，故城在今定州安喜县。水经注曰：县有黑水故池，水黑曰卢，不流曰奴，因以为名。著前书因义曰：旧时郡国皆有才官其事，若有急难，全取骁勇者闻命奔赴，故谓之奔命。著新市县，属巨鹿郡，故城在今衡州东北。袁氏房子属常山郡，并今赵州县也。房与房谷自通用。时王郎大将李玉屯伯人，汉兵不知而进，前部偏将朱福邓禹为玉所破，王师辎重。光武在后闻之，收服与散卒。禹欲战于郭门，大破之，尽得其所获。欲还保城，攻之不下。于是引兵拔广阿。会上古太守耿况与杨太守彭宠各遣其将吴汉寇寻等将突其来助及王郎。更始亦遣尚书仆射谢公讨郎。光武因大享士卒，遂东为巨鹿。王郎守将望饶坚守月余不下，郎遣将倪弘、刘凤率数万人救巨鹿。光武逆战于南峦，斩首数千级。
PG15。 4月，晋为邯郸，连战破之。5月，甲辰，拔其臣诸王郎。收文书的吏人与郎交官谤毁者数千张。光武不审，会诸将军。烧之，曰：“令反册子自安。”助县名属赵国，今行州县，故城在县之西北。助县名属巨鹿郡，故城在今赵州相城县西北。助上谷郡，故城在今归州怀荣县。渔阳郡在渝水。之阳今幽州县。助突骑言能冲突军阵。助汉官仪曰：“尚书四员，五帝制，臣帝加一为五。”有常侍曹尚书主丞相御史事，2010尚书主刺史2010事，护曹尚书主人数尚书事，主客尚书主外国四仪事，臣帝加三公尚书主段御事。仆射秦官也，仆主也。古者重武士，每官必有主射以督客之。谢公为尚书仆射。助泥因武西反。助县名属巨鹿郡，故城在今行州博仁县东北。左传奇国下伐晋取滦，及其地也。其后南徙，故家南。今俗谓之滦城，生之转也。滦因力全反，助反侧不安也。师国风曰：“辗转反侧。”更始遣侍御史持节吏光武为萧王，悉令罢兵一行在所。光武辞以河北未平，不就征。自是始二余更始。驻萧县属沛郡，今徐州县也。续汉书曰：“更始始。”是御史黄党封上为萧王。驻蔡邕独断曰：“天子以四海为家，故为所居为行在所。” PG16。驻二离异也。是时长安政乱，四方背叛。梁王刘永善命睢阳公孙述称王巴蜀，李宪自立为淮南王，秦风自号楚离王，张布起琅邪，董宪起东海，严岑起汉中，田荣起夷陵，并置将帅，侵略郡县。有别号诸贼同马大荣、高胡崇连、铁镜大抢由来上江。清读武校檀香、五番、五楼、富平、霍所等各领部区。西河数百万人，所在寇掠。助县名属梁郡，今宋州也。善专也。助蜀有八郡，故总言之。助淮南郡，今寿州也。助席凿齿襄阳纪曰：“秦风离丘乡人，离丘楚的，故称楚离王。离丘故城在今襄州绿道县北。助郡名有琅邪山，故城在今海州渠山县东北。助郡名今海州县。助郡名故城在今凉州南镇县东北。助县名属南郡，有夷山，故曰夷陵，今峡州县也，故城在今县西北。助诸贼或以山川土地为名，或以军容强盛为号。同马贼率东山荒突上怀矿等，大荣渠率繁重，由来渠率繁重。武校贼率高户，檀香贼率董次仲，五楼贼率张文，富平贼率徐少，霍所贼率古诗郎等，并建东关纪。
著续汉志曰：大将军营有五部，部三校尉，部下有区，区有君后一人。 PG17 光武将及之，先遣吴汉北伐十郡兵，幽州牧苗岑不从，汉遂斩岑而发其西。秋，光武即同马于桥，吴汉将突其来会清阳贼数挑战，光武坚营自守，有出掳掠者，折戟取之，绝其撤道。积月余日，贼食尽，夜遁去，追至馆陶，大破之，受降未尽。而高胡重连从东南来，与同马于西河，光武复与大战于濮阳，西破将之，封其渠帅为列侯。将者犹不自安，光武知其意，敕令各归营勒兵，乃自陈清其案行不成。将者更相与曰：萧王推赤心至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皆服。西将将人分配诸将，西岁数十万，故关西号光武为同马。第赤眉别帅与大荣卿独十余万，西在射犬，光武进击，大破之，西皆散走。使吴汉曾彭袭杀谢公于邺，驻县名属据陆郡，故城在经济州陆城县东乔因苦摇反。竹书纪年曰：产殃风于桥，陈贤案下文云：吴汉将突其来会青阳，又追至馆陶，并与桥相近。俗本多误作乌，而萧该因一股反云属太原郡臧京晋，因作焉一见反云属襄阳郡，并误也。驻县名属清河郡，今被州县，故城在州西北，驻挺身独战也。古谓之至师，见左传挑因图了反。驻鲁与鲁同，郭璞驻而雅曰：略夺取也。驻馆陶县，属魏郡，今魏州县。驻前书因义曰：濮阳山濮水所出，在今定州北平县西北，本或作满阳渠大也。尚书坚决渠魁，列侯即彻侯也，称列者言见序列也。驻投死犹言至死。 PG18 驻续汉志曰：野王县有设犬具，故城在今怀州武德县北也。清独赤眉贼入函谷关，攻更始，光武乃遣邓禹率六臂将引兵而西，以成更始赤眉之乱。时更始使大司马朱伟武、因王李毅等屯洛阳，光武亦令冯异守孟津以拒之。驻函谷，谷名因谷以名关，就在弘农湖城县西。前书杨仆为楼传将军，有功，耻居关外。武帝乃为徒于新安，故关在今洛州新安县之东。驻武英县，属南阳郡，故城在今唐州比阳县西北。驻孔安国驻尚书云：孟地名在洛北，都道所凑，古今以为今。论衡曰：武王伐纣，八百诸侯同于此盟，故曰盟今，俗名至数今，今河阳县今也。建武元年春正月，平陵人方望立前孺子刘婴为天子，更始遣丞相李松吉斩之。驻平陵，昭帝陵也，婴以为县，
故城在今咸阳县西北。筑平地崩，王莽立楚孝王孙广妻侯显子婴为孺子。莽篡位，废为定安公。光武北极由来大抢五番于袁氏，追至右北平，连破之。又战于顺水北，乘胜清境，反为所败。贼追及，短兵接。光武自投高岸，欲突其王峰，下马受光武，光武抚其肩而上。故校尉耿偃曰：“己为虏痴，偃平射烂贼，得免。”士卒死者数千人，散兵归保范阳。军中不见光武，或云一没珠江，不知所为。吴汉曰：“清曹努力，王兄子在南阳，何忧无主？” PG 十九，昔恐惧，数日乃定。贼虽战胜，而宿舍大危，客主不相知，夜遂隐去。大军复进至安次，与战，破之，斩首三千余级。贼入于阳，乃遣吴汉律耿偃陈俊马武等十二将军追战于路东，及平谷，大破灭之。驻北平，现属中山国，今益州永乐县也。陈贤案东官继续《汉书》并无，又字此家，又物也。瀛州西南别有右北平郡故城，非此地。驻立元水今驻云徐水今北平县故城北，光武追同马五番，破之于顺水，即徐水之别名也。在今益州。本或左胜者物也。驻短兵卫刀剑也。楚辞曰：“车错古稀短兵接。”驻县名在泛水之阳，属涿郡，故城在今益州益县东南。驻东关纪曰：“上已乘王峰小马先到矣，营门不绝。”驻曹备也。驻兄子魏伯生子张吉星也。驻射惧也，因之射反。驻县名属渤海郡，今幽州县也，故城在县东。驻路县名属于阳郡，今幽州县也，有露水，因以为名。萧该因亦云路属上党。陈贤案路与于阳相接，言上党路者非也。驻平谷县属于阳郡，故城在今路县北。朱伟遣讨南将军苏茂公温冯毅寇寻与战，大破之，斩其将甲强。驻今洛州县。